者骆子欣台北报道，姐姐谢金燕于今年跨年登台演出，宣告正式回归演艺圈，还同步开设官方脸书和 Instagram 账号，并时常亲自回复粉丝留言。年假过完后，他全面开工，宁将展开巡回演唱会，首站选在新加坡的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行，金泽密集彩排。谢金燕着抵达新加坡机场，低调戴住口罩，仍藏不住欣慰，所以抵达登的就被热情接机，在海外也人气超高。谢金燕回归演艺圈虽一直现变脸疑云，但确实越来越时尚。近日她贴出于澳门表演的新造型，只见她穿着肤色洋装，超贴身剪裁，让好身材一览无遗，美腿更是十足吸睛。她还将长刘海改成黑色半边刘海，相当艳丽。她也自己写下，姐姐澳门很不同，被粉丝大赞超有气势，更期待她回归首站会寄出什么新惊喜。谢金燕日前到澳门表演，前卫新造型获粉丝好评，反射自脸书谢金燕昨抵达新加坡机场被热情接机，反射自脸书谢金燕全面复工，巡回演唱会首站于新加坡举行，反射自脸书。